四书偶一解众客序，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，虽高原平地，乐不见水，苟穴土而求之，无不得者。水欲无心故有之明德，土欲无心幻现之物欲，果能格物致之，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。然穴土取水，人无不施功求之，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。而道本心具，人多不肯施功，至物欲故必争之，不知惜甚惜贤，甘心自暴自弃，由资丧法身以失慧命，身作走肉行尸，死与草木同腐，可不哀哉？四书者，孔门上既往圣，下开来学，彼由格物致之，以自明其明德，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，彼家国天下之人，各皆明其明德之殆尽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虽其说之详略不同，而其旨通；后乎此者，虽其机之利钝有异，而其效无异。臣可谓先天而天福为，后天而奉天时，万事师表，百代如宗也。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，其下手最亲切处，在于格物慎独，克己复礼，主敬存诚。学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，虽一介匹夫，其惊天伟地，参赞化育之道，何虽得自本心，彼圣贤垂训，一番苦心，不成徒舍，而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，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，可不自勉乎哉？如来大法，自汉东传，至唐而各宗西北，禅道大兴，高人林立，随机皆物由是联络官敏以气元明诸儒，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如宗，必恐言心法，绝而复续，其用静坐参究以其开悟者，莫不以佛法是则是效，故有功身利己，临终欲知实质，谈笑作事者甚多，其诚意正心，故足为儒门师表。但欲自护门庭，于所取法者，不为不加表彰，或反故为辟薄，以弃后学尊己之道，不入佛法，然意图为是举，不思己既应取阳牌，后学岂无见过于师之人，是见其心量狭小，而诚意正心之不无下漏也，深可痛惜。明末偶义大师，系法身大士，诚愿士身，初读如书，即孝先如辟佛，而时未知佛之所以为佛，后读佛经，始悔浅浅，随即丹经研究，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，岂有辟薄者，非掩耳盗铃，
即未见颜色之古论也。遂发心出家，弘扬法化，一生著述经论四十余种，卷银数百，莫不言言见地，欲与超宗，如走盘珠，利益无尽。又念如宗上焉者取佛法以自义，终难究竟贯通。下焉者习辞章以自足，多造谤法恶业，终心痛伤，欲为救援，因取四书周易以佛法示之，解论与孟子则略示大义，解中庸大学则直指心源，盖以秉法华开权显实之意，以圆顿教理，是智是语言，比灵山似水之心法，彻底显露了魔于运。其取佛法以自义者，即得究竟实义，即专习辞章之流，由资之佛法广大，不易测夺，亦当顿习邪见，见身正性，知格除物欲，自能明其明德，由是而力求之，当直接恐言心传，其利益岂能让宋元明诸儒独得也已。近来各界眼界大开，天资高者无不研究佛法，一唱百合，迷然风从继之。即心本具佛性，无始无终，具足常乐我净真实功德，岂肯当人故让，见义不畏，高推甚进，自处凡愚乎哉？以故伟人明示，虑多吃素念佛，笃修净业，弃其身见佛性，此生佛国而已。失掉梅菜与泽里小和成鲁德叶柏林彭孝朝玉九邻居士等，素具灵根，笃信佛法，一见四书偶一解，不胜欢喜，为此书直指当人一念，大明如是心法，于是出世法，融通贯彻，比上中下根，随机受益，深则见深，
不妨直气菩提，浅则见浅，亦可见种善根，即欲堪板，用广流通，以此功德，恭祝现在春轩受登其仪，百年报尽，神归安养，过去父母宿业消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净土。其序于光气告来者，光自愧习作产皮，毁谤佛法，以致业障复心，物证无由，喜彼之情，弃一切人于佛法中前生正性，数可业障统消，而心光具皆发现矣。周易禅解，金陵一刻，孟子则汝，兵险后失传，洋人山居士，求之东夷，亦不可得。习哉，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孟夏常惭愧僧事印光传，大学直指补助序，夫圣经，天下国家之心要也。大学一书，又诸经之心要也。偶一大师大学直指，又大学之心要也。得此心，则天下国家治且安；失此心，则天下国家乱且为。其关系之重何如乎？而其智力之本，则在于修身；修身之本，在于正心；正心之本，在于诚意；诚意之本，在于致知，致知之功，即在格物。物即身家国天下之物，格者正也。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本正之谓格。格感通也。数穷三季，恒遍十方之谓格。夫士之谓大学。夫士之谓明明德于天下，若广说之，岂但一天下云乎哉？不入华严法界观，不能知其究竟矣。且常论之，大学一书，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即为出世资粮。佛说阿弥陀经，出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不离世间功德，何事二者？而倡导之，弘扬之，则身修加其佛智而天下平，乃至出轮回，身净土，就近成佛，普度有情，无他求矣。既身偶失直指之意谓之补助，以便学者复敬谓之赞。赞曰：自有此经，未有此注，格物致知，劝经要处，破我法执，修二空观，于一切法作为心看，身为物本，格之所先，家国天下，乃其末焉。本硕莫容，一气之宣，为明明德，设无不圆。诵如未解，更为补传，错乱古今，大义不显，叙失妙物，直指真权，恐甚复起，当无见然。
勋哉来学，熟复思篇。如是修者，是真圣贤，加其国志，天下遍遍，遍遍即平平。民国二十三年，甲戌梦夏阳父子将迁景树，大学之旨，依古本，古无万亿道人志叙述阳父子将迁不住，大者当体的名，常变未易，即指无人现前一念之心，心外更无一物可得，无可对待，故名当体。此心前既无始，后既无终，生而无生，死而不死，故名为常。此心包容一切家国天下，魔所不在，无有分际方余，故名为变。学者觉也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故名大学。大自即标本觉之体，学自即彰始觉之功。本觉是性，始觉是修，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性修不二，故称大学。文分为二，从初至天下平，统是性修旨趣。从自天子至终，详是妙修次第。初中又二，初二节是妙悟之门，四三节是妙修之序。初中又二，初直是静观，二点是悟修。经初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道者，从因趋果所立之路也，止一在明明德，便说尽大学之道，上明字，是始觉之修，下明德二字，是本觉之性，性中本具三义，明之为德，为现前一念灵之动彻，而未尝有形，即般若德。现前一念虽非形象，而具诸妙用，举凡家国天下，皆是此心中所现物，举凡修齐至平，皆是此心中所具事，即解脱得，又复现前一念，莫知其香而不无，为天欲物而非有，不可以有无私，不可以凡圣意，平等不增不减，即法深得，我心既耳，明心亦然，度自性之众生，名为清明，成自性之佛道，明止至善，清明止至善，只是明明得之极致，恐人不了，一一念出，不可说为三纲领也。此中明德、明、至善，即一境三谛，明、清、止，即一心三观。明明德即自觉，清明即觉他，止至善即觉满，自觉本具三德，数之以为般若。觉他令觉三德，数之以为解脱，至善自他不二，
同具三德，数之以为法身，不纵不横，不并不别，不可思议，至理名为大理。觉此理者，名为大学。从名字觉，起观行觉，从观行觉的相似觉，从相似觉皆分正觉，从分正觉归究竟觉，故名大学之道。补助三谛三观三德，详言上边始终心要解。二点是悟修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止之一字，虽止至善，只是明德本体。此皆指点人处，最重在知之一字。圆觉经云：知患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患即觉，亦无见次。当与此处参看。大佛顶经云：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的修正，即知止之谓也。此中之谓妙悟，定、静、安、虑，谓妙修的谓妙正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名能定；外境不扰故，闻所闻静，名能静；内心无喘故，觉所觉空，名能安；烦恼有寂故，空所空灭，名能虑；寂灭现前，如镜现象故，忽然超越，名能得；或二殊胜故。补注：大佛顶首楞严经云：尔时观世音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意念我习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时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出于文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如是见增，闻所闻静，静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或二殊胜。译者：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下合十方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，闻所闻尽，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者，未能闻能觉能空之心，与所闻所觉所空之境，具泯也。忽然超越，或二殊胜者，超越世间有父与出世间空父，故空假双照，发大慈悲心。四三节是妙修之序，悟有本末，是有终始，
之所先后，则尽道矣。此其下文两节之意。盖于明德，而患臣身及家国天下，民之为物。既以明德成物，且顺民情，辨其本末，反迷归物之功，民之为事。既向生灭门中，商榷修正，须知有终始，始宜先，终宜后。古之欲明一节，之所先之榜样也；物格一节，之所后之尘暗也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；治之在格物。说各民明德于天下，便见亲民止善，皆明德中事矣。正其心者，转第八十位大圆镜智也；诚其意者，转第七十位平等性智也；治其知者，转第六十位妙观察智也。格物者，作为心识观，乐知天下国家，根深器界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，心外别无他物也。是故若欲格物，莫若观所愿缘。若知外所愿缘非有，方知内所愿缘不无；若知内所愿缘不无，方能力去内心之恶，力行心内之善，方明自谦，方明慎独。又指一明德，分心意知三明，致知即明明德，补助离本清净周遍之心，而换为八十：一眼识，二耳识，三鼻识，四舌识，五身识，六意识，七莫那识，八阿赖耶识。前六识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，而现之识也。第七莫那识，亦云染污，指我执法之一根也。第八阿赖耶识，亦云含藏，即前七识之所藏也。能转八识，则成四智。转眼耳鼻舌身识未成所作智，转意识未妙观察智，转莫那识未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识未大圆镜智。如是则复还其清净周遍之真心，观所愿缘者，为观由见所取之相也。外所愿缘，识所愿之境；内所愿缘，是能愿之心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我法二之破，则物自格。由大佛顶经所云。
不为物转，便能转物也。知智者，二空妙观无间断也。一尘者，由第六识入二空观，则第七识不复执第八识之见分，为内自我法也。心正者，由六七二识无我执故，第八识舍赖耶明，由六七二识无法执故，第八识舍意熟明，转成眼摩罗识，一名大圆净智相应心品也。深修者，第八识既成无漏，则一切五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皆无漏也。加其国治天下平者，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十方三世圆满清净也。补助真如之体，不变而随缘，随色受想行识五蕴之缘而为人，随善恶尽染之缘而为法。因缘和何须妄有生，故皆无自性。当体即是真如，不知是义，而妄执有识人，即为人我执；妄执有识法，即为法我执。我执者，谓执有自性也。能破二执，即得二空。金刚般若经云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破人我执也。又云：菩萨应我所住布施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身香味触法布施，破法我执也。当知空假中一心三观，是破二执之神方，斩一切罪根之慧见也。一熟者，因果之名，或一时而熟，或一性而熟，或一处而熟，三世因果之成熟，非一时，非一性，非一处也。眼摩罗识，亦云白净识，即真如本体。色受想行识为五阴，六根六尘为十二处，六根六尘和六识为十八界，曰阴曰处曰界，皆障碍而不清净，屈局相不周遍之称，以皆生灭故，皆有漏也。若能转识未至，则皆成无漏。以上统是性修止去尽，详是妙修次第又为三。出的是格物，须从本格；二详是诚意，必先治之；三根是修其治平，必有次第。今初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前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原不单指帝王有为人说，恐人错解。今特点破，且如顺根立山之时，何尝不是庶人？一引根有生时，传说在板柱时，太公调卫兵时，亦何尝不是庶人？只因他肯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以修其身，所以皆能明明得于天下耳。盖以天子言之，
则公卿乃至庶人，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现之物。是故自身为物之本，家国天下为物之末。若以庶人言之，则官吏乃至天子，亦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现之物。是故亦以自身为物之本，家国天下为物之末。须知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民位不同，而民德同，民德既同，则亲民止至善亦同。故个个以修身为本也。前虽略是物有本末，又云致之在格物，上谓直指下手方便。故今的只修身为本，以心意知，不可换作物故，以致成正皆向物之本上隔将去故，其本乱而末至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此谓之本，此谓之之至也。所厚谓则公以厚，所薄谓待人以宽。若以厚谓家，薄谓国与天下，便是私情了。会万物而为自己故，谓之之本。自己之外，别无一物当情故，可谓知之至也。出的是格物，须从本格进。